Action. OK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没有在房间里面了，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这个旁边的一个仓库。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开箱的东西特别，不是，我们是要开箱这个鞋子。而这个鞋子，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我们在网络上购买的这个洗鞋的这个清洁剂。这里是我们，所以今天就来试用一下这东西，好不好？ OK， 来。大家记得这双鞋子吗？这双鞋子就是上次我们去 Premier Outlet 买的那个白鞋，然后它只坚持了两个礼拜，然后它就开始变得很肮脏。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它，要怎样去弄干净它。我们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，然后发现，哎，其实这种包鞋呢，其实有特定的一些清洁剂可以用来清洁它的。我们就上网买了这个来试看一下，这个叫做 Subro Premium Shoe Cleaner。我们意外的又买了一个，这个是白鞋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用到的，就是这个是学生用的白鞋油。开 ，Let's go。首先我要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它里面有一罐这个应该是清洁剂，然后还有附送一个刷子，这刷子蛮柔的。我先拿一个地方来试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下面这里。有效哎，有效哎，有哎，瞬间变白哎，上面的哎，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布，给，这就是它的那块布，然后我们就，我们不有水吗？哦，真的哎，看，好白哦，我要看，这边白啊，好亮，这个东西可以用，还有这里。来刷一下。妈妈，你要放在那边才刷得到。里面有点什么东西耶？里面。可以，这个东西可以，真的可以有效果。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把它弄一次。没事，我可以帮你。把鞋带全部拆掉。我是拆掉这个。你会吗？可以拆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先处理掉。你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来做笔架。笔架是什么？哇，蛮擦擦的啊，蛮擦擦的吧。来。哇，真的有效哎！哇，你看，超干净的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两只鞋的差别。这个是已经洗好的，这是还没有洗的，是不是差别？你看。哇塞，这个直接就干净掉了。我要看一下，所以蛮成功的，所以我救了我的白鞋，完成。哇塞，白鞋又恢复往日的生机。这个牌子还不错，我们不是业配，但是试用一下还不错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白鞋啊，或者是白鞋控的话，喜欢的话可以去留意一下，上网买。这个叫 Subro， 大致上就这样子，它救了我的白鞋。Subro， 一样，好吧。Subro， 拜拜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别忘了分享，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。感谢你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是什么？差不多，拜拜。好啦，等下我讲差不多就把讲拜拜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拜拍我们，这个也是拍我们这个。OK， 等下你帮我拍这个鞋子。OK。拿住。不是，你叫我拿住了，然后我就拍。
后拍，你可以拍。不，你按着吧。你后拍蝎子。爸爸。OK。再来。哎，干什么？